喂，什么？你约了兄弟们吃饭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那行行行，我马上赶过来。哎，这人穿的人模人样的，怎么还浪费粮食啊？喂，什么？月月的会议提前了，你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啊？那行行行，我马上赶过来。什么？月月的客户提前到了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了？行行行，那我马上赶过来。哎，老板，以后你不用再给我送吃的了，我找到工作了。这都被你看穿了，以后你好好工作啊。